让我们再度以诚挚的心跟热烈的掌声来恭迎上进下空老和尚来为我们开示。今天我们来学习传统文化啊，这汤恩比带头的，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救国家救全世界啊，不但人说鬼也说啊，这个鬼话是可以相信的啊，谁说唐太宗说的，唐太宗附体告诉我群书之要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这鬼话了，这鬼话可以相信啊，不是胡说的，说得很有道理啊，那么要有人才行啊，啊至少要有像唐太宗这样的人啊，唐太宗不是圣人，算得上是个贤人，是个明君，他不糊涂。他生长的那个时代，隋朝末年，啊，隋炀帝无道的昏君，社会动乱，啊，他也参加。这个动荡的社会啊，夺取政权啊，确实把当时起义的一些群雄打败了啊，最后他请他的爸爸做皇帝啊，唐高祖那个时候他自己大概20才出头啊，他是16岁参加领着军队参加战争啊，27岁他父亲把皇帝位子让给他啊，自己称太上皇，27岁读书不多啊，唐朝统一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怎么管理啊，就想到古圣先贤的教训啊，下令个魏征成立个小组啊，在古典里面去收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的平字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是讲这个世界上过与过之间要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叫平天下啊。那么古籍里面确实说到这些地方的很多很多的资料啊，费了不少年的时间啊，写成这一部群书之要50多万字
这是他治国的宝典。啊，这个编辑成功之后，唐太宗手不释卷。啊，贞观之治，大唐盛世所依据的教诲就是这部书。啊，那个时候印刷术没发明，书都是手抄本，所以流通的分量不多。啊，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没有了，我们在二十五史里头艺文志里面没有这个书目。啊，唐书没有，宋史也没有，元明清史上都没有记载。啊，这个书到哪里去了？以后知道，那个时候日本、韩国、越南到中国来留学的学生非常之多，啊，特别是出家人。啊，他们回国之后把这些好东西带回去了，就在中国失传。啊，失传了整整一千年。到乾隆传位给他儿子嘉庆，啊，乾隆也做了太上皇。啊，日本国对中国新皇帝，啊，登基送的礼物，那些叫进贡，这个礼物里头有一部《群书之要》。啊，那么在那个时候送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家不重视它，为什么？清朝的盛世，康熙、雍正、乾隆，跟嘉庆前面一段是清朝鼎盛的时代，超过唐太宗，所以大家对他并不重视。啊，可是到了民国初年呢，这个书被一般学术界的发现了，啊，认为这是宝啊，啊，商务印书馆印过两次，啊，在那个时代，这九十多年前，啊，那么依照日本的原书翻译。我们得到一部，啊，我是知道唐太宗有这部书，没看过，听说。啊，我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报告，有这么一样东西。啊，没有想到，真有心人听到我说的，记下来，到处地方找，找到了，找到两部。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啊，一套是原书，日本的原书翻译的，另外一套签字拍字，在《国学丛书》里头，啊，有这部书，寄给我了，啊，我一看的时候，如获至宝啊，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信心，啊，真正是祖宗加持，让这本书没有失传。啊，我赶快交给我们台湾世界书局，啊，印一万套，赠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就不会失传了。我们目的保存这部典籍，啊，这部书真的像唐太宗所说的，啊，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这里头从哪里做起？就是
要从家教开始啊，这比什么都重要，不能不重视家教。但是家没有了，二战之前有，中国有，还有大家庭，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了。我们现在在地图上看到，看大陆地图，你就看乡村啊，这是王村，那是张村啊，那是李家村，那是什么，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就是一家。现在没有了，这怎么办？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家庭，是家教啊，这个是欧洲一些学者他们都承认啊，这是东方的特色，文化的特色啊。家对于中国几千年的贡献，让中国这个族群团结啊，没有在地球上消失掉，家的功是第一功啊。古时候家庭负责教育，教育不是国家办的，是私人办的啊，就是家庭的子弟学校，我们叫它做私塾啊，这是家庭的大事。我家后代有没有贤人君子出现，全靠教育啊。第二个家庭的特色是养老啊，落叶归根，你在外面工作到退休的年龄回家养老，养老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啊，享福啊，真享福啊。中国小孩不享福，小孩是严加管教，没有自由啊，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仪，要守礼啊，啊，教得很严啊。那么中年服务于社会，贡献给社会，但是所得的利益是家庭的，要奉献给家庭啊。到自己退休放下工作了，回家去养老，享受天伦之乐啊，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家里有管家的啊，这个制度好啊。你看现在的社会老人多可怜啊，老人走向养老院，儿女不再照顾老人啊，等于说老了一切都没有了，真可怜啊。在老人院里头确确实实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坐吃等死，这是多么悲惨呢、啊、哪有古时候人，老人是受一家人的尊重尊敬，在社会上也是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啊，老人长者啊，没有人不敬重的，没有人不照顾的，不认识遇到老人也非常亲切照顾他啊，现在社会上没有，所以这个社会很可怜的啊。学佛还稍微好一点，要真学佛，广结善缘啊，走到哪里有年轻人照顾你，你要不照顾人，老时候没人照顾你，你就可怜了啊。所以我在这么多年来常常想到是企业家，社会上成天企业家了，我就想到如何能让企业继承中国传统的家道、家规、家学、家业，我就想到这个。如果企业能够承担啊，把中国古代这个家的文化继承下来啊，企业要照顾
所有员工的儿女小孩要办企业的子弟学校，自己办学校给学校给国家办学校不一样啊，自己办学校全心关注，一定要把孩子教好啊。学校他只把课程教完了就算了，他对这个他没有这种使命感，没有这个责任感啊，所以家办跟别人办不一样。办子弟学校应该从幼儿园办到大学啊，办到这个高中啊，办高中大学可以用国家来上国家的学校啊，这样能够把伦理道德观念完全沉传下去啊。那么另外呢，一定要办养老院，不对外，是我公司是员工，所有员工的老人都是我们的长辈，我们养老院专门养他们，把学校跟养老院结合在一起啊，让他天天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后代啊，后代的学习啊，所以说享受天伦之乐啊。如果企业真正能够继承中国传统，我相信中国这个国家民族还可以兴旺一千年，千年太平盛世可以出现啊，不是不能出现。我说了，如果能有20个企业家带头啊，20个企业家带头啊，真正做出榜样出来，我们会相信每一个企业家都会跟进啊，那么中国大家庭又会出现啊。过去的大家庭是血缘的关系，现在大家庭是道义的关系啊，企业老板是大家长，所有员工是兄弟姐妹啊，他们的父母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儿女就是自己的儿女，这样的真诚心去做，能做得出来。我知道大陆现在好像有4-5个企业在做实验了，我希望他们扩展能到20个啊，会影响全国，也会影响全世界啊，要把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把佛家的三福六合啊、三学六度、普贤十愿都能够落实到生活当中，落实到工作里面，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个时候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能感受到了，知道这个东西好啊。所以我们在国外不说啊，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说什么祖先古圣先贤祖先留下来的人类共同的文化啊，它保存在哪里？保存在中国四库全书里面。于是我就在劝导他，四库全书应该不会失传啊，我们流通有相当的分量。四库全书的钥匙是什么？是汉字，是文言文，一定要学汉字，一定要学文言文啊！四库全书，老祖宗留给你智慧的珍宝，你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钥匙要拿到啊，难不难？不难啊！
我在欧洲考察，我访问过法兰西的汉学研究所，啊，伦敦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访问他们的汉学系，啊，跟他们的同学、教授们交流。我问他，他们都是读中国古书，用中国古籍写博士论文。你们学中国文言文用了多少时间？告诉我，3年。外国人完全没有中国文化底蕴，3年他就能看得懂四部全书，可见的不难了。我们中国人要去学，我想顶多2年就够了。啊，不要害怕了，不难了。啊，看看民国初年小朋友写的作文。啊，多大年岁啊？8、9岁。现在大学生都写不出来。啊，他为什么能写那么好？天天教，天天读，天天教。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除了伦理道德的修养，还要在汉字文言文上下功夫，我们才能真正的集成老祖宗的智慧，啊，学术，啊，再翻展开来，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帮助全世界。我们希望全世界所有在搞汉学的，现在汉学热，都能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好，我这个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感谢上金下空老和尚给我们的开示，这个柱子歪了。就要把它扶正，有邪恶的东西进来你的心里呢，你不会安宁的。所以扶正吹邪要靠什么呢？靠圣教。所以扶正吹邪弘圣教，国家不安宁啊，大家心不会安的。所以安邦护国，国家不安宁，你心会迷惑，没有地方走，迷惑的话要叫渡你。所以安邦护国渡群迷。那我们很感谢上金下空老和尚以虎正吹学为直至弘圣教，然后安邦护国度群迷为他的直至使命，然后为了这个使命摩顶放踵，竭尽全力救度众生，他的努力，他的付出，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他。